期我就會同阿東城公平競爭嘅。如果我贏咗嘅話咧，峰峰你要問嘅問題就係聽我講嘅噃。你冇可能贏得到東城。我有件好重要嘅事想同你講。你啊，即係咁爛到爛衫啊，想氹我啲人美貌要知嘅定眾嘅女人，你話佢係咪痴心妄想啊？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今晚8點翡翠台。